这里是天下 TV， 现在为您播报天下要闻。郊外惊现爆炸，蘑菇云清新可见。朝廷称是针对边境维和的军事演习，五亿国库资金人间蒸发，幕后推手暗指军方。天下第一已与神秘男子约会，详细信息暂未流出。还是和平常一样吗？嗯。怎么样？最近忙吗？还行，你呢？倒是还好。店里装修之后，人变得少了。哎，为什么？我觉得比原来省心了呀。哎，别提了。给。毛毛，你怎么又来了？怎么了？那天我们。我先走了。好，慢走，再来啊。喂，怎么了？我不能来吗？那天我们在游乐园不是还没有分出胜负吗？你怎么一天到晚都这么有空啊？难道就没个男朋友吗？嗯，没有。怎么会没有呢？我哪知道。喂，天下第一，出来打呀。喂，天下第一，出来呀。嘿嘿，是不是怕了？我这次可是有备而来，出来啊！失陪一下。嘿嘿，天下第一，你终于出来了，睁大眼睛给我看清楚，我带谁来了？嗯，说出来你可别吓一跳，这可是全天下最强的催眠大师。你已经看到了我的眼睛，现在就进入到我的幻境中吧。滚！大师，这人太可怕了，死了，大家快跑！人了，快跑！回来了。果然，像你这样的女生，也没人敢要吧？你别在意啊。我没别的意思，但大多数男人还是会喜欢能被保护的软妹子吧。软妹子？生气了？我可没说你不好啊，一定会有人喜欢你这款的。等一下，我难道不是软妹子吗？当然是。怎么了？那你说，怎样才算是软妹子呢？你看那边，还有那边呢。啊，对了，还有刚才的小韩，他们都是软妹子的标准啊。我先走了。告诉我，如何成为一个软妹子？告诉我。说。别哭了，快点教我如何成为一个软妹子。你到底是谁？天下第一。天下第一软妹子，你该干嘛干嘛。我跟着你学就行了，自然点。那我走了。
开心，衣服弄脏了。别生气，旁边就是商场，不如去挑几件软妹风格的衣服吧。嗯，好啊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哦，这件不错啊。好，包起来。软妹子应该目光柔和地说，请为我装起来吧。请为我装起来吧。这就对了嘛，这不是也挺好的。我在逛街，这天一樊天一。我在陪一个朋友，我最近都挺忙的，等我有空再联系你吧。好，拜拜。不好意思，我打完了。今天的事不要告诉樊天一。樊天一 和他有什么关系啊？你该不会是因为他才……为什么？你可是天下第一耶，怎么会对一个微不足道的咖啡店员感兴趣啊？微不足道？可不是嘛，他排名还没我高呢，难不成他叫天一还真的是天下第一啊？算了，当我没说。你别想太多，不早了，你走吧。啊，真的吗？那我先走了。祝你成功。看人不看心，谁要人排名，生活不安宁，老有人挑衅，天生的傲气，僵硬的表情，天下之争为我第一。呆萌的东西想攥在手里，可是太大力碎了一整地，不是我暴力，是他命不硬，扔了再买新，不需要武功秘籍，我天赋一拼就该当第一，管你是牛头马面的精英，别客气，听写才声音，想尽质量的信心，不自觉生成致命的吸引，黑洞旋转在互相的眼里，轻声说要吃掉你。甜蜜。